接下来请收看慈悲心归西班牙。萨拉曼卡被称之为黄金之城，是因为这个地方金色砂岩的建材在正午时分会闪闪发光。原来金沙布地的萨拉曼卡也是佛子们憧憬向往的自在欢喜的佛国净土。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萨拉曼卡大学城，创作力闻名欧洲，聚集着世界各地研究各学科精英。大学建筑的外壁用来提醒人群罪恶无所不在，却容易被人轻忽，提醒着我们道在红尘闹世修，全凭五戒做根由。
你下载好了。放下了，睡着了，所以当了我们出来逛逛也是一种暂时的放下。所以各位要养成这种佛教叫自在，每一个人能够欣赏这个世界，是因为他内心没有压力啊，他自然他能够去领受到外在的美。那佛教里面就很希望我们这样，在没有烦恼的时候，然后呢，你的心跟世界啊，跟众生合在一起，所以对这个世界，你只是一个客人。然后呢，欣赏它的美，如果能够随时保持这个状态，那是一种随缘自在。当然这还不是佛教的根本目的，佛教的根本目的是希望所有有情众生都得到这种自在啊。当然自在就是接受一切的意思。那为了让所有的友情都得到自在，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当然我们早上看了西班牙这么好的一个天主教的校园区啊，当然天主教讲的道理各位都大概知道了，因为天主基督教讲的这个世间都是大家带着罪业来，然后呢伟大的耶稣基督他主动的要来承受所有人类身上的罪业，而背着十字架。那这个精神太伟大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佛教的空性，但是这个精神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甚至各地方看到很多伟大的传教士，那为了传播这个爱，上帝的爱，世间的爱，那上帝的爱讲的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这四无量心也是我们佛教修空性的前行。如果你没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你就不会发起愿为众生而成佛的菩提心啊。所以菩提心是以这个悲心做根本。
大乘佛教要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想到了别人跟众生，这样最圆满。所以现在像各位看到现在啊，清澈的虚空，绿绿的草原，那你现在要跟它合为一体哦。啊，这个活在当下，佛教里面叫慈悲是一种当下的快乐。你要把这条高速公路就是我帮忙盖的，那些橄榄树、那些树林，哇，就是极乐世界的树。那些鸟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些漂亮会说法的鸟啊，所有的阳光都是佛光，你要融入，让自己超越了内在的执着跟那个惯性，那一下你就忘了你哪里痛，因为你的心在一个圆满的状态。当然讲到这个放下，各位不是生命最后一刻才放下，而是你这个时候就要练习放下啊！而且各位最好天天晚上都在放下，每天晚上睡觉啦，那我们要进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啊！每天早上起床啦，我们要从极乐世界要来累积资粮，来广结善缘，来慈悲了。所以这个世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你要养成这个习惯，千万不要在内心里面定一个限制，说如果我老公对不起我，我就活不下去了；如果我儿子生病了，我就活不了了；如果我变成丑了、不漂亮了，那我就不能接受自己了。那是你自己把自己弄得很痛苦。所以，如果你愿意修行，放下。最好的方法，阿弥陀佛说了，每一个佛说，请你把你的生命交给我，请你把你的心交给我，这也有点像天主基督教的信仰啊。所以你要全然的放下，把我们的整体交给阿弥陀佛，交给佛陀，融入在法，不要用自己的规则来生活，不要用自己的想法、个性来生活啊。我们一个佛教徒为什么叫佛教？按照佛陀的教化。在生活，在引导生命的人，特别我们的身口意都要按照佛陀的教法来生活，这个时候你就走到，就像各位现在走到高速公路，最后一定是没有红绿灯，高速公路没有红绿灯，自由自在的到目标。每个大城小镇广场是大家的生活中心。格雷萨梅尔的萨拉曼卡，萨拉曼卡大广场，达官贵人的高级路段，举办着每次重要活动，被誉为全国最华丽的广场。贝壳之家 Seashell House 建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是最能体现西班牙哥特式文明的建筑之一。是保护圣地亚哥朝圣者的骑士团之家所在地。贝壳
正是当年骑士团的象征。现在它被改建成为了游客中心及公共图书馆。走进慈悲的西班牙，永恒的萨拉曼卡也是一条朝圣之路。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在诸山长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有继回归佛陀本怀，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将佛法传扬于社会，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致力于南传、北传、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殊食、护生等的慈悲理念，尤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竭诚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炬，照破黑暗，传灯无尽。会务介绍：护持弘法，培育僧才，僧前安养，医疗及生活救助，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设置传教场所、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立案字号
台内名字地109-005-1120号，统一编号87515434，通讯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服务电话0398993199，随喜 www.lifetv.org.tw 斜线 adate/sustain.htm。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梁皇宝忏暨余伽堰口法会，恭请法务指导僧众主法，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6331565 056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秉持着广传佛陀三乘法的精神，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透过 MOD 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散播如来悲智的法音，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愿使正法常住人间。佛所行赞中说，佛说一切师，法师为最胜，人思行才师，行法师者难。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乘法的慈悲大愿，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一起走向菩提之路。感恩您的共襄盛举，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唐捐，聚沙成塔，福慧圆满。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台湾邮政划拨账号19965232 19965232，银行网络转账，银行代号005土地银行，转账账号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收据开立姓名、联络电话、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03989-8787，或 email lifetv.net@msa.hinet.net， 服务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小商